起处理我，不需留一手就道出借口，不想将就普通朋友。Tell me why， 前半世个结果却错的还是我弄，让我想这一切 reset 重来，回到最初远古时代，无忧无虑的恐龙时空。不理我那就去打电动，爱情游戏太过复杂不好懂，谁能助我观看来电筒。我看到你们踏入 K-pop 的那一天呢，哇！我觉得有自己的味道，就是看得还蛮感动的，真的可圈可点。然后整期当中，在每一个人单独发挥的地方，都发挥得很好。我这边还是要想要称赞一下志祺，嗯，对，因为其实当你出现的时候，你还真的就是那个亮点。你真的能量很强，加油加油！恭喜获得75.5分，太开心了！谢谢老师，我要感谢爸爸妈妈支持我跟哥哥，就是我知道走这条路会很辛苦，可是我跟哥哥会努力的撑过去，也谢谢你们这一阵子的车程要一直载来载去的。我知道哥哥每次排练都排练到很晚，然后我们团因为年纪都很小，然后排练在10点以前就要回家，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就是问妈妈说，哎，哥哥是不是还没回家，她说对，哥哥都练很晚，我晚一点再载他回家，就是每天一直持续这样子。然后妈妈最近好像整个人很累的样子，所以妈妈辛苦你了。就是我们一直进来这个节目都是在小行星，然后你都会一直教我唱歌，我会一直教你跳舞，我们会互相补足对方不会的地方。然后这次分开了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努力成为最好的那一个。哦，天啊，太感动了吧！我弟弟跳舞真的很好，然后刚刚他这样讲，我真的快哭了。所以，好了，我爱你弟弟。哇！盛明跟霆锋抱一下啦！上台啦，上台抱一下啦，快点啦！